来，走吧，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再来一下。我刚刚是忘记遮了。球棒现在伤害好高，但效用感觉还好。你在困难如果叫出来的话，就直接去杀，加到11就直接杀进去。埋火是这个游戏最奢啦，但是速度最快。对，速度最快，不用等，而且商店无限给你买。也不能说最亏啦，至少你买到了快乐，买到了别人还体验不到的数量。现在新手建议买两只，目前为止还是这一支影片可以看。会，请问一下，班长只要出一只就好了吗？荡动大头像。对，一只，两只就会滚更快嘛。对，但是300次其实蛮快的。当你8000零传戳，我觉得埋火很实际。不会啦，衰而已啦。请问 VIP 的钻石是登录自动给吗？它会在信箱哦，你要记得领。对对对，你要记得领，你要记得领。7528一般场卷刷13等有加速。对面03有啊，一只了。有一只了，有一只了。一起孵蛋0433五只半兽人，你要看吗？好啊好啊，传给我。困难6897 4349，有没有人？乌狼哇，差点点下去。而且重点是你现在召唤出来了还不能丢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见官方转单零延迟吗？转单哦，转单是什么？转单转蛋？你说那个赌博吗？有啊，那时候才出而已啊，结果官方马上改掉。我觉得那个不用改啊。请问孵出七条龙，然后是要30场吗？四，没错，四。然后是我这边人青蛙12等，结果一只王子都没有，没事，这就是命，这就是命，这就是命。下一局会更好。来，我们来叫出这个球棒吧。哎，我想叫个球棒。白羊头像解锁条件是什么？在下面，聊天室下面你可以看一下，三个都在那边了。对，然后是刚刚青蛙是我，闪退是不是连奖励都领不到？好像哦也没，我不知道。刚刚跟九狗大家去看一下我的战斗记录，好像是有领到一些东西啦，但好像也不啊。看我刚刚按错字了吗？树，然后两个炸弹。fuck， 有了，来吧，就给你了，然后强化一波，好啊，就这样，13，好了，是不是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好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不断出破防的角色，去 buff 这两只，然后我们都不要动，我们都不要动，我们都不要动，我们不断的去强化就好了 ，OK 吗，成二？我们就这样，两只13的门神，两只13的门神，然后顶多加攻速啊，帮忙晕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就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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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道说这样子就够了吗？好像有一点强真的，这会不会有点夸张？来个大富翁帮忙减防，不要给半兽人，现在半兽人绝对爆掉。今天运势送我一把，很香真的很香。先给我狼加攻击力，好，继续。请问变形怪是一只12000吗？多只，应该是一只吧，应该是一只啊，单只12000，那应该没有算累加的。现在是290万、340万，马马有破防吧？有，马马有破防。我们现在叠破防就好了，狂叠，然后叠破防啊，叠魔法啊，叠攻速啊，反正把辅助叠上去。蓝丝局内甚至硬币有上限吗？有，有上限，大概10次吧，还多少的？对对对对对，也是升满为主。太强了吧？老实说，以这个强度而言，我怎么觉得班恩好像大过彭巴嘞？我突然觉得12等彭巴好像没有意义耶。球棒变强了吗？他变神了，他变神了。我觉得我球棒已经可以出3支影片了，真的。
妈妈出生是小孩可以合成，帅哥，你是不是没有看我影片？帅哥，我这只哎、欸，有，超香的，真的。我、哦、这个半兽人左边不要点到他，那个是闪退键，你点下去我跟你都爆了。那个太可怕了，半兽人是什么？有一只神话叫半兽人，在这个游戏很低调，哎、欸，很低调，很低调，很低调。然后是害我想买球棒了，我觉得好像可以买了，哎、欸，好像是可以买了。然后是找困难十二青蛙六四五二一球困难一二九二一，哎，怪物都过不来、欸，哎，这个太扯了吧，太夸张了吧，太凶了吧，嗯。我觉得有一点可怕。现在困难有望吗？有望。他困难就像班恩一样，哎，班恩六等进去打嘛。他现在好像加十一就可以进去把困难打爆。我目前听到最低，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，太夸张了。我们现在多少？四十六。我反面都还没有弄哎、欸，我破防也没有哎、欸。单局一万二，哎、欸，这个，那个，你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，史莱姆会变大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单局要吃到1200只，15变容易很多，真的，正常多了，真的。可是还是要喷，如果我先爆掉，还是要那个，有点亏。门神呢、欸？那、欸、真的就两只门神站在这边呢、欸，太夸张，600多万。哎、欸，好，帮加速，帮加速这样子撞，然后还可以干嘛？我也不要叫彭巴出来。球棒能给蓝斯3%拿强金币，能给蓝斯拿吗？球，你说让蓝斯来拿球棒的这一根就对了。有什么要做吗？四只猎人哦，继续破！哎、欸，你叠的破防，我这里也叠得到，我这里也叠得到。这个是晕眩，那就再来一个大富翁。好，这个继续晕，然后这是树人，这个再晕一下。好，球棒给彭巴，根本就是神器。好，这里先不用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有多一个麻麻。麻麻还行，哎、欸，我这次先往后移，不然有点危险。水狼，狼放这里。我这边有个晕眩大军在那边，传说都六，青蛙15，猫12。你这个还要带，你这个还要被带，这个同学，有没有人要带15等青蛙的打一局的？这个要带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要带什么。来，感谢我们的丐帮，感谢我们的佑哥哥，终于更新了，更新了，真的更新了，真的更新了。哎呀呦，哦，这一次更新，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没有到更新耶，它只是游戏平衡而已。真的，其实硬要讲更新，我觉得没有，因为它没有新的东西啊，完全没有耶，对，完全没有。可是这个游戏平衡已经变得很赞了。如果 RO 能够这么平衡的话，哦，我跟你讲 ，RO 的人气绝对爆掉。昨天初心，昨天毕业了，怎样的毕业？你上次已经毕业过一次了，这一次毕业是怎么样毕业？球棒给野蛮人拿都很威。现在已经900多万了，900多万，然后放这里 ，OK， 来再上去一下，来，来一个树人缓速，这边是晕，帮忙晕一下。这边晕成这样应该没事了吧？这球棒平衡吗？老实说，我觉得还行啊。他没有晕嘛，然后也没有那个范围能力啊，只有他本身而已啊。所以你说他过强吗？其实我觉得还行。对，然后再怎么平衡都会被大佬玩坏。大佬在这里，你没当中看到小冷？有啊，我一直看到他。是真退坑，上次说等27号更新完再退，真的是这一次更新真的是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再说都是泪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以 RO 而言真的是太屌了，哎、欸，已经可以列入人生中的一个蛮奇葩的一个更新状态了。老实说，太神了。
真的太神了，真的太神了。哎、欸，这两个先卖掉。我金库三等，为啥钱少你两倍？是不是因为我的召唤比较少，我召唤的更少一些些？有了，有一个破防。然后是可以挑战单人八十了吗？哎、欸，现在等一下，已经有啦，已经有片了啦，单人八十，对吧、啊？单人八十片早就有了，已经77回合了，太夸张了，我还加13而已、欸，哎，伤害就破千呢、欸，就破千万呢、欸，太夸张，真的太夸张了，两只。哎、欸，真的就两只打手，13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看到那个血量吗？你们有看到那个血量吗？哎，两边都刚好是50%，哎、欸，太夸张了。老实说，看过这一局之后，我觉得蓬巴的需要好像没有那么高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那么高了。